前集三月份累计买十张中六张买2500元中2100元又亏400元，这款买两张中一张虽然几率低，但我想要试试看我是否能够有好运凹出大奖，接下来几天会继续凹钞票满天飞。这款我们先来复习几率分配，钞票满天飞中奖几率 28%， 钞票满天飞几率分配200元100张中 13.6 张，300元100张中 7.2 张，1000元100张中 4.8 张，1500元100张中 0.98 张。这款就是要拼1000元跟1500元的，一本有五张左右，这一张025钞票满天飞就是之前杠规的选号逻辑，都是前八码加总等于尾码。第三张钞票满天飞选号逻辑0+3+9+5+1+8+0+1=9，尾码019。今天要来刮这一张019。现在开始开刮，先刮开第一盒，一个金额就中。第一格没有中，这边出现英文字母 H， 看有没有机会。再来刮开 Q Record 及幸运号码。幸运号码1430。再刮开您的号码。这边的数字都没有中，剩下两个号码要杠规了吗？这边有出现文字母 W 加上 H， 只有杠规的份。共估共估鱼钩捏共估呀，金匠虽花完了，还是要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，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未中奖。原本前集三月份累计买十张中六张买2500元中2100元又亏400元，今天追加乌龟一只，本款三张中一张，总计三月份累计买11张中六张买2700元中2100元又亏600元。谢谢观赏，下次再来刮钞票满天飞，追加再一张，我没中奖没中奖哟。